子，万达广场中超林子，最佳球员候选红塔。作为红塔在中超联赛的最后一个赛季，他代表广州恒大两线作战，堪称广州恒大队的中流砥柱。在今年的中超赛场，他出场26次，打进14球，并助攻11次。他是广州恒大中场位置名副其实的主动机。2013万达广场中超联赛最佳球员候选埃尔克森，在今年中超首秀中，埃尔克森就以2粒进球帮助球队取得胜利。在首次登陆中超全赛季中，他出场28次，打进24球，获得中超最佳射手，堪称最有效率的攻击手。2013万达广场中超联赛最佳球员候选吴磊，今年首次代表上海上港出场的吴磊就以15粒进球在本土射手中独占鳌头，帮助上海上港队在中超第一年站稳了脚跟。除非年龄不符，今年的最佳新人非他莫属。好的，朋友们，是让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了。我们请上前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高文报指导来公布今年联赛最佳球员的获得者，有请。哎，坐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然后其次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我们球队所有的运动员的同伴，然后还有我的教练组，还有所有支持我的人吧。还有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夫人宝拉，还有我的儿子董杰明，在一个异国他乡给我带来的帮助和关怀，谢谢大家。来，其他队员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出意外的话，恐怕应该是在中超的最后一个赛季。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其实恐怕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他在的那个比赛的球衣里面还套了一件 T 恤，上面有对中国球迷和广州球迷的一个告别的这个话。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和我们中国的球迷要说点什么，特别是广州的球迷？